就开始咗所谓嘅即系风声，但系好搞笑，我觉得我又未见过佢个人，但佢把声就好磁性，好好听，咁我觉得净系做呢样嘢就觉得即系都几过瘾。欢迎收睇《讲男讲女》，有冇试过同啲即系电话嗰啲 sales 啊，或者嗰啲热线啊，同佢有啲交集来往啊？定系收完先就冇噶啦？冇过冇过，吓冇啊！我反而我有喎、啊，系、啊、咯、啊。我上次问佢，问到佢发脾气收我算啦，明明佢打俾我咁样，问多两句收咗算啦。哇，咁嘅达唔到佢目的啊嘛！哇，有得哇呢条女咁烦，打错电话添。我试过即系某个大品牌啦，咁佢部即系电脑有问题啦，跟住。我打去佢哋维修嗰度投诉佢咯，咁佢正常嚟讲就应该耍走我。佢个有个小姐，佢真系做得很好好，咁啊，佢教我点样去一步一步去争取我嘅权益啊。咁最后系做到我要嘅嘢，系帮到我好大嘅忙。如果唔系我好烦，嗯，咁我系真系真系同佢即系有通过好多次电话啊，咁样亦都有。佢後屘有即係算係交咗個朋友啦，佢亦都有問啊即係你平時應該點稱呼你啊咁樣嗰啲噶，咁我真係話俾佢聽。咁不過後屘就我件事完咗啦，我想即係打電話去即係多謝佢一次啦，因為佢完咗係成部電腦同我換咗佢，咁我就即係解決我好大嘅即係煩惱啦。咁我想打電話去多謝佢，佢離咗職咯。咁样咁啊，咁似按摩师事件嘅，系有少少按摩系啊。如果大家有睇按摩姐姐，跟住佢想去个男顾客想去示爱嘅时候咧，佢已经离咗职啦。咁我唔系谂住同佢示爱，我真系谂住同佢多谢道谢嘅。咁佢已经咁啱都咁巧又离咗职啦。我真系冇喎。有冇呢个 fantasy 啊？哇，呢把声都几好听，可以同佢交下朋友，甚至可以。我有 fantasy 嘅，有 fantasy 嘅，但系就冇谂过交朋友。确实有啲人打嚟嗰把声咧，系好鬼磁性，哇！真系好想听佢讲多几句嘢。系冇错。系好有幻想嘅。好，今次咧就幻想俾你睇啦。我哋今即刻叫 Mary 出嚟讲下佢呢个幻想变成现实。嘅故事，好冲击我咁喎又，系啊，冲击噶，好 Mary 喺度嘛 ，Hi， 你好，系， Hi. 你嗰单嘢点噶？点样开始噶？后屘发展到几激下噶、哦？系啊，都几过瘾嘅。讲嚟听下，由头到尾，一开始系点啊？第一次联络，你打俾佢嘅？我讲我哋点样识先啊？咁、我就系电话嗰啲 sales 啊，即系平时啲。即系你哋会平时收到啲电话，其实我哋都有份打，跟住即刻收我线嗰啲咯。你可唔可以将我电话我转头 off 咗之后咧，俾我电话你？你可唔可以喺你公司嘅系统度 delete 咗我？唔好再打俾我。我哋控制唔到嘅呢个，好啦，因为佢个电话系佢哋出，跟住我哋就打。哦，好啦，咁冇嘢，唔紧要，同埋世界上有好多间呢啲公司啊，你删除唔得。好啦，咁难为你继续。你 block 咗我啦。我 block 住啦，好啦。咁你继续啊。咁我记得，我记得嗰次我打俾佢嘅时候，都系 random 咁样出嘅。咁跟住呢一个，我而家新识呢一个人咧 ，Peter， 咁佢就真系系 Peter， 系跟住佢就真系同我倾偈喎。咁又唔知点解又几好倾喎，倾下倾埋其他嘢。咁到后屘，因为我哋做 call centre 呢啲咧，就隔篱好多会坐得好密嘅。咁所以后屘我哋就交换咗私人电话，咁我哋就喺交换私人电话嗰下系好难噶、哦，点样问你啊？唔系，佢有佢电话噶嘛、我就问佢得唔得，咁我咪用我自己电话打翻俾佢咯，大胆啊！咁所以你哋两个喺嗰阵时已经对对方系有少少兴趣都。卡着咗噶啦，可唔可以咁讲？因为单凭嗰把声，系啊，都算系。咁跟住之后，咁就我要用私人电话就继续再倾啦。咁、就越倾就越私人咯。咁慢慢我都唔记得，其实系边个开始先，我哋就开始咗讲嗰啲sex 嗰啲话题咁。之后就开始咗所谓嘅
即系 phone sex， 但系好搞笑，我觉得我又未见过佢个人，但佢把声就好磁性，好好听，咁我觉得定系做呢样嘢就觉得即系都几过瘾。点啊？咁样你又接唔接受到啊？阿米姐，都自己系一段情缘，电影情节嘅情缘。哦，系咩？哦，嗱，系话系咪有少少违规咧？少少啦，我成日都话啦，诶，大把啲关系系由违规而嚟啦。之前有讲话咩医院啊，嗰啲护士、病人啊，咁啊，或者咩师生恋啊，你话系咪违规咧？少少啦，都有嘅。啊，你攞佢私人电话号码去私下 call 佢，你问你老细，梗系话违规噶啦。不过如果你哋两个即系冇人受伤害，你情我愿都吹你唔涨，我觉得都 O K 嘅，我可以接受到嘅。咁而家故事发展嚟呢度，咁大家好开心啦，各取所需，大家都攞到自己想中意得到嘅嘢啦。咁有冇谂过下一步啊？你我唔知啊，我就系唔知到底我系净系中意做呢件事，定还是我系中意呢个人？嗯，系啊，呢、這个我就系想。但系你哋真系冇办法望到对方个样咩？冇，咁我识佢嘅时候就系透过电话噶嘛，跟住到依家就你都唔知佢叫咩名嘅。唔知啊。但系咧，其实 WhatsApp 佢后屘有讲咩？哦，但系 WhatsApp 其实有机会系可以，只要你加咗对方做朋友。即系 add 入个 contact list。系啊系啊，你就可以望到对方个有啲称谓噶嘛。順便我都讲俾大家听。唔系啊，佢冇写啊。系冇 set 到嘅。因为佢可以教，系啊，佢可以 set 佢如果佢冇加，或者我唔知，可能佢冇加我嘅话，就睇唔到咯。OK。咁我都冇加佢。有加你噶，你又试下加下去望下咯，睇下望唔望到嘛。唔系咁嗱，呢个名都系一个称号啫，咁啊。你个样啊？哦，我个样。你加咗名之后就可以有机会睇到个头像嘅。头像。咁啊，如果双方愿意，你咪交换照片咯。而家当系 app 度识咁样咧，有少少似。定系你哋唔想破坏呢一个电话情缘嘅关系？呢个 fantasy 只系留喺呢个电话世界。系啊，反而咁样好仲过瘾啊，仲开心啊。其实好怕，系啊，我觉得好似停。我而家咁样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好怕幻灭咗个幻想。做咩？你惊？哦，原来唔靓仔喎，哦咁噶喎。哦，原来佢唔系我想象中，即系可能有少少外表嘅各样嘢咧。好啊，我可唔可以问下你？即系可能观众个脑电波即刻叫我问你，你幻想中嘅佢系点样嘅？系咯，佢你讲到把声咁磁性，即系可能唔好太，因为佢把声好磁性，好好听，同埋佢讲嘢系好。清晰的，他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晰，是不像那些即是你会 feel 到你有时候你讲说话你会 feel 到对方可能大概做些什么，即是他不是做那些很讲话要很大声的那些，他一定是做一些很斯文的工作。Oh. 跟着呢我们会幻想到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讲到这些可能很私人的东西，更加私人的东西、只是讲可能自己兴趣啊，跟住之后就再去到sex 嗰方面啦、啊。咁如果你话要我可能交换相啊嗰啲，会唔会破坏咗个幻想？就系、是、可能我只系其实我要求都唔系好多，但系可能要一个、正常嘅即系又唔系要好靓仔，但系睇得咯，跟住着衫唔好太核突咯，即系系咯咁样咯。OK。但如果可能见到之后完全唔系嘢，可能会 block 咗佢咯。残忍啊！最后嗰句突然间一转个拉翻晒落嚟，系点啊？罕有嘅咁样识人，罕有嘅，罕有嘅。咁但系呢个罕有，我又觉得有啲白厌喺度啊。咁唔紧要咯，我觉得顺其自然咯。去到有一日你哋两个真系想见嘅时候，你哋试下先互 send 一张相，或者开咗个头像俾大家睇下先咯。但系佢而家就系个烦恼系唔想破坏呢个，唔系我咪就系顺其自然。去到有一日如果想嘅，咁咪开咗嗰个头像望下咯，望下啲剪影啊，望下啲轮廓。啱唔啱 feel 先咯？我而家都未。因为你谂下，如果你一见到样，跟住突然间唔再揾咧，咁你就好明显知道
点解啦嘛，系因咩事嘛？系系，我觉得系一个几奇幻嘅经历嚟嘅。系系啊，系嗯诶，系我同意阿米讲嘅，顺其自然啦吓，即系船到桥头自然会直。你到时就会唔知佢 request 定你 request 佢，可能都会有啲新嘅进展嘅、嗯。因为关系总系会递进。總是會慢慢 develop 下去，慢慢會發展下去，你想停在那裡都未必行的，那不用 太過擔心、尤其是你現在 single， 你又沒有說有什麼包袱的，其實就可以大膽去試、在這個過程裡面呢，我都是強調那句，就是我是強調人的成長，你總是會學到一些東西，你總是會成長到的、其實你這個故事都算是好的，因为冇对唔住任何人啊，除咗背住公司攞咗个电话之外，其他都几好啊，吓都几浪漫啦、啊，都几 sweet 啊，系咯，咁冇问题嘅，咁啊大胆去试，大胆去行一行咯，未必系哇，电影未必系一个咩轰好惊天动地、好轰烈嘅爱情，未必噶，啊唔系咪唔系咯，好嘛，啊大胆试试佢啦，呢、這个 Peter。有更新你告诉我听咯，每一个礼拜你 update 一次咯。喂，真的有的，我们是有些嘉宾有些观众真的会 update 我的。是啊，好吗？好啦，咁啊，期待你同我哋嘅 update 啦。Thank you 你啊，多谢你啊，我祝福翻你，拜拜。大家有冇试过收到呢啲咁嘅 call 而令到你有种，哎呀，我想听到佢把声。有。点都有几个嘅，点都有几个。虽然我唔系好记得把声啦，但我有记忆有咁嘅印象咯。哇，呢把声真系几好听、啊。嗯，大家留个言啦，即系我相信大家一日都收到唔少嘅一啲陌生来电啦。就算我有装嗰啲过滤 app， 过滤都冇用噶，我都系仲会收到嘅。系、啦，咁啊，即系除咗你有一个包裹还没有签收，即之外，最近就卫生署打俾我多啲，全部都录音嚟嘅。系咩？广东话请按一字，然后你按完一字，佢都系会同你讲翻普通话。普通话系、咁嘅原来你真系惊佢揿添啊？唔系啊，我睇啊郑仲基，你冇睇好笑嗰条片，佢就系揿咗一字，跟住接驳咗佢之后，嗰人都系同佢讲讲。普通话，跟住你同我讲广东话啦，我揿咗一字噶，跟住个人 cut 咗佢先，系咪好事先？乜同埋佢哋好多而家都系语音留语音嚟噶嘛，系、啊啊、所以其实唔系真人，冇咁有血有泪啲噶，嗯，系啊，系，咁佢哋呢啲 call 一打嚟，你好啊，请问系咪？陈先生，嗯，可能你有嗰种朝气感，你又俾佢吸引到啦。会，即你唔会俾一个，系咪陈先生啊？系啊，即你唔你呢啲收都收唔切，系会有好精神啊！有啲声系嘅，真系几好听嘅，系，即可惜我做唔到佢顾客，点解啫？系 ，OK， 好彩我把声生得唔好听啫。点解？因为我就可以做呢啲即系做呢啲 call call 啊，咁就好惨啦！做 call call 成日俾人 cut 线，咁做得呢行系咁噶啦。好咁啊，大家留 comment 咯。点样睇咧？啊，有冇觉得啊几得意喎？呢种冇谂过嘅嘢，又或者定系你曾经发生过呢啲，即系成日打去 CS 打到熟晒咁。喂，唔得，今日投诉你。不过我哋一阵咧一齐去饮茶，即系咁样，即系会唔会咧？咁样啦，留个 comment 俾我哋啊，咁啊 like 啦，同埋 share 我哋条片啦 ，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， 揿埋个钟仔，有新片就会通知你噶啦。如果想睇足本吓长版本咧，我哋影片长版本全部都会收录喺会员专区嗰度嘅，咁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。咁另外想加入我哋 TG Group 去一起去傾偈嘅話咧，咁啊留意翻我哋喺影片下方嘅文字介紹裏面咧，就有詳細嘅資料，亦都可以見到我哋嘅 WhatsApp number 同我哋分享故事啦。冇錯，下一集見，拜拜。